你们都是同一窗口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窗口，对，只有一个窗口，别人都不能讲。不是说不能讲啊，万一说大家讲的不详细，你也不清楚。不是，我不是要详细不详细的问题，我的想法就是因为现在说明会你坐下来听，我们会从头到尾说很清楚啊。我是记者，我不是要那个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对对对。可是我们真的是要统一窗口一个。我们有资料给您的吗？有。所以你们是，所以你们是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是统一窗口的。对对。哦、okay ，我们发言人在那边。了解。何日生他也是记者，然后他统一窗口，他什么什么问题？现在他在跟廖教授沟通嘛，是。他等一下，如果他有时间，您再问他，好不好？是。所以对啊。那我们当然可以，我们可以看影片，然后我们蔡那个蔡堆哈先生他等一下也会讲。了解。我们就稍微请廖教授来听，好不好？因为既然您是来了解，那我是觉得你就必须把事实，对，那你就请坐听，或你就没听到，然后你只是一直在照这样，我觉得你会听不到正确。我是记者，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做。谢谢，不用客气，那没关系，不用，没关系，结眼的好不好？谢谢，不用，这个可以带走，不用，我有带。啊，这样子好，那么如果带的话，就我们来喝一点。不用，谢谢。